般对你发脾气或者情绪不好，嗯，这就是在试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你要是主动让步了，或者是跟他认错了，那在这段感情里边呢，你就会永远的落于下风。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，你该帮忙啊，先别理他，反而他会主动联系你。当他主动联系你的时候，在这段感情里，你就主动了。你先别想太多了，没准他现在正拿着手机等你发消息呢。有这个可能啊？是吧？行。哎呀，好啦，别生气了，你再等等呗。他肯定逃不出你的手掌心，把他拉回来了。现在就把他拉回来，那太便宜他了，再晾他半小时。别，他说不定现在正拿着手机哭着说：“文文，我爱你呢。”哎，最好是。星级酒店啊，多浪费啊！就工作嘛，得休息好。这离你们团近，就五分钟，马路对面。那也太浪费了。还有水果？啊，特意让他们给你准备的。你老减肥不吃饭，买点你爱吃的水果，怕你晚上饿得睡不着。这么用心啊！嗯，赶紧卸妆睡觉吧。嗯。那你晚上睡哪？我啊。我要不睡沙发吧，要是你忍心的话。好呀。哦，那好吧。那行。帮我把箱子打开。好。我妈来视频了，你赶紧出去，出去。啊，不是，我上哪儿去？我在这儿，我不说话。她要是让我绕这屋子走一圈怎么办呀？快出去，出去。不能吧？哎，怎么？什么通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妈，我刚才开窗户通风来着，刚关上。你们怎么不睡觉呀？那个白浪呢？他在隔壁，我自己现在在房间里呢。就他一个人。你那个什么，你拿手机转那么一圈，让我看看房间。哎，转一圈，你妈可操心了。干啥呀？哎呀，就转一圈嘛，这孩子。那我转个摄像头给你看看啊，怎么样，妈？这个房间是白浪特意给我订的，他想让我休息好一点。看，还不错吧？还有水果呢。你们呀，那个省着点花钱。啊，我没说白浪不好。我呢是怕他影响你工作嘛。你刚去新单位，你要好好表现啊。你别整天就知道谈恋爱，知道不？你妈操心的很。知道了，那我先睡了，你们俩早点睡啊。拜拜。我在哪个隔壁呢？哎呀，委屈你了，那这。不是，我妈非要问嘛，抱吧抱吧。哎呀，吓死我！哎，你怎么还自己躺下了呢？谁自己躺下了？你这是勾引我！没事，等文文消息呢。那你给他发呗。你们吵架了？
没有，他就是有点不开心。哎，那文文。